捞起来被投手给拦到，先传给捕手，捕手接球再往一点传，球在叶守手套里面，高健三上来之后成功化解这个失分的危机。这是投手传给捕手，再传给一垒手，一二三的 double play， 双方的在前七局打完之后呢，3-3形成了平手。